上次重复你的秘密基地。没关系。这就是你一直瞒着我的事情吗？这些研究成果代表了什么？你要用这些东西做什么呢？很多事我不说并不是不信任你，更不是因为不爱你，你值得拥有更快乐的人生，而我背负了太多沉重的负担，我不想让你也牵连进来。行，你不说我也不问，这可能也是一种默契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知不知道欧林的父母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欧林的父母，是我失误放火烧死了他们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